我跟你聊聊聊天，看见没？我们大熊猫盲仔的宝宝现在满百天了，它的生长状况良好，体重大约是12斤左右，就是6公斤左右。目前呢是由熊猫妈妈盲仔来哺育，它平时以睡觉为主和吃奶的时间为主，其他时间熊猫妈妈会给它排便，抱在怀里玩耍一下。这一次单胎宝宝还没有起名字，希望广大朋友们发挥你们的思维和想象力，给它起一个美名。哎呀，这个是软的哦。